好，Hello, 各位大兄弟们，这里是币圈老韭菜。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。今天啊，给大家看几个项目、啊，同时啊，也讲一下现在链非常的多啊。我这边啊、呃，就这两天吧，准备做一期啊、呃，几大公链之间的比较。那之前 Binance Smart Chain 对吧，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了。那这次我们再说一下，主要是讲 ETH 对吧，Binance Smart Chain。 还有啊、呃，最近比较火的那个 Medix，对，Medix，我们看,看 Medix 上面的项目啊，现在包括在挖的这个啊、呃，一万年化一万三千多啊，还有 Phantom，Phantom、啊、FTM，Phantom，、啊、Phantom, 还有那个呃 Solana 啊，还有 Solana，、啊、还,还有雪崩 AVAX，对吧？那这些东西都怎么玩？我们怎么转币？ 啊，现在这个超复杂，本来有个 BNESmartchain 还好，可以从 b 安转，现在啊、呃、东西一多就变得非常的复杂。好、啊，我们一个看看最近啊、呃、关注的一个项目叫做 h a t 到 Finance，其实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啊、呃，简单讲一下这个项目，它已经啊、呃、做了几版更新了啊，我们是呃老板就进去玩了，我 Finance。 然后那个时候它 old 叫 w h a t 对吧？现在叫做 w h a t x。那你现在一个 w h a t 可以换一千个 v h a t x，这里都有一个 volt 可以换一千个 volt x。那这个项目呢，其实它的生态做的还不错啊，在 v2 里面它有了自己的 swap。那我能告诉大家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呃土矿项目呢？是比较。 比较不错的项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然后有个它可以做发明，对吧？这个老生常谈了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那你看我现在在挖啊，我现在有二十二万一千七百零九个 wordx，挖了七百零四个 wax。wax 它这个东西呢是啊，它生态里面的一个 exchange 的币，就交易的币，就就做 swap swap 的一个币，它发两个币。然后这个币呢，七百零呃，现在挖了七百零四啊。 然后这个币可以直接到这边 swap 去卖掉，然后这个币呢会不断的 burn 币，就是把币烧掉。还有就是啊、呃，它这个平台呢也可以参加呃 launchpad 就 I D O 啊、呃、I D O 我知道都很火的，之前有两个 launchpad，第一个 launchpad 基本上呃我参加一点七个 B N B 啊，然后直接爆拉三十倍到了五十个 B N B。 第二个是啊，第二个就变成条件变得极为苛刻了。我只拿到零点一七个 BNB 的额度，大概拉了十倍，换了一点七个 BNB。对吧，那现在马上又会出来一个新的，呃，一个新的 Launchpad，好像就在这周，也不知道下周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这个币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啊。它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Roadmap，啊，对吧？的 Euler。 已经说过了，然后这个 W Swap 也做出来了，WEX Token 也做出来了，然后第三个 Launchpad 他们也在做，对吧？第四个 Launchpad 他也在做，在 Q2 的时候，就第二季度，呃，他我个人认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他后面还做什么？呃，第五个 Launchpad 对吧？Governance，然后 Landing Platform，后第七个 Launchpad 等等等等等等，啊、就，是他的 partner，然后他是那个 Certik。 c e r t i c 是一个审查机构，对吧？它的 Smart Contract 也进行了审查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今天东西比较多，我们快速的过一过。这是 b 安智能量上面的一个生态啊。我们看第二个，对吧？我们呃，昨天玩的 p a n s e r s w a <laughs> p p a n s e r s w a p 啊，昨天我我们玩的时候是一块多，现在涨到了三块三点二九二。 啊、这个就是一个、呃、说白了就是一个呃那个 Pancake Swap 的克隆，对吧？几乎是一模一样、啊，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改了一下风格。然后现在土矿的话是年化百分之六千啊，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，我不建议大家玩啊。但是这种土矿啊，现在也特别的多。那这个也是在 Binance Smart Chain 上面的一个生态啊。那今天又发现了个土矿，对、啊、我,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冲了进去。 来看这个这个土矿非常的新啊，只有五十二个 follower，、啊、叫做什么 Polyvolve 啊 Polyvolve，那这个是在 matic 上面的生态，扔了一千刀在里面挖，啊，这是它的一个界面，对吧？又是一个 Pancake Swap 的克隆啊，做的比那个 p a n c e r 啊是要差很多。可以说那个 Binance Smart Chain 上面的生态热度还是非常高。你看，呃 p a n c e r Swap 直接有一万一千个 follower，、啊、对吧？就几天的时间。 那 Poly Finance 也是就几天的时间啊，可能是 May 对吧？就一天的时间，Pancaswap 啊、呃、是 March 啊，Pancaswap 时间长一点、okay。那现在这个热度啊刚刚起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总的锁仓才只有一百多万。那目前我个人认为这个矿还是非常新，还不会崩，不会崩到超过三四百万的锁仓量啊，你要小心啊，超过一千万锁仓量。 我建议大家撤走啊！那现在价格已经很高了，十一块钱一个。呃，我测了一下啊，应该是目前资金可以冲进去，可以取出来没有问题。然后啊、呃，这个我也可以 harvest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记住啊，这个是要用 matic，呃，就这个 matic，matic。进入这个之后呢，你才可以去 connect。这个是在啊、呃、matic 上面的一个。 Pancake Swap 的克隆，好吧。好，后面一个啊，这个这个又是 f, 这个又是 Phantom 了，我们 Switch 到 Phantom 啊，Phantom，然后啊界面抄了一下 s u s h i Swap，对吧 s u s h i Swap 的 Swap 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。然后呢，他说他要发空头啊，我也是在一个群里面看到的，我分享给大家。他说 Based L Drops Details Will Be coming tomorrow，对吧、啊？等等等等，呃，我在电报里面也跟他们聊了，他们说只要提供流动性啊，提供，我这边已经提供流动性啊，看到我这边已经提供流动性，他们说只要提供流动性或者你持有这个 base，你就可以获得空投啊。那这个具体会不会获得空投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现在的提供的流动性占了整个 pool 的百分之零点一一啊，还是蛮厉害的。 我大概提供了一百个 Phantom 的流动性，大概一百一百刀不到一点啊，没多少钱。反正尝试着去做一做，尝试着去做一做。这个项目也是非常新，我们可以看啊、呃、，Based Swap 只有六百二十个 follower。这种项目啊，大家千万不要用大资金啊，千万不要用大资金，用你的小资金进去玩一玩啊，可能是土矿，也可能。 智能合约有问题，但是说不定就可以给你啊有十倍的回报啊，甚至是二十倍的回报。你的一百刀获得他的空头就可能变成了一千刀，对吧？甚至三千刀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啊、呃，这个呢什么？我已经挖了一百多刀了啊，挖了十个了，差不多挖了一下午。呃，所以基本上把百分之二的钱已经拿回来了。百分之二，一千刀的话就是二十块钱嘛。 那基本上这个百分之二的 deposit fee 已经挖过来。我是不建议你们去买这个 spell 的，这个 spell 的危险性非常大，非常大，有可能直接呃矿塌了，对吧？spell 一分都不值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这个是 phantom 上面的一个玩法，后面啊又来了 winner coin 也是我刚刚发现的，现在 follower 是一千七百九十一，也是。 二零二一年十五月份刚刚加入啊，就两三天前刚刚加入。然后呢，他呢现在有一个空头，我前面已经转发了。你要做的就是转发他这条啊，你要做的是首先 follow 我对吧？然后到我的置顶的这个 tweets and replies，这个点这个你可以看到是转发这条。你要做的就是点个赞，然后点点点这个对吧？点 quote。 tweet，然后呢，要 at 三个人啊，你必须要 at 三个人，比如说我这边 at 了三个人，对吧？一二三，然后把你的 Binance m a r t i n 的地址给他，他就会给你空投，他的空投是呃六十六万个，对，六十六万个 Win Win B 啊，那这这个 Win B 啊，这是一个国产项目，对吧？质量非常低，但是你动动手指头就可能获得空投。 还是值得去尝试一下，值得尝试一下。好，最后最后一个非常强的项目，Spooky Swap。那么前两天啊，群里有个大佬在玩。呃，这个 Spooky 我们玩的时候大概是三刀也不是四刀，今天已经涨到二十刀了，没多少时间已经涨到二十刀了，比较夸张呃、啊，价格非常夸张啊，大家有兴趣？现在我个人认为、啊、有点早了，这也是 Phantom 上面的一个生态。 啊，有点晚了，sorry，这个我感觉玩的有点晚了，但是，呃，想玩的同学还可以玩一下，对吧 Phantom，可以 Connect，对，Farm，对吧它的年化不是特别高，六百多，之前还可以领空投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啊，包括也有 Cream，对吧？也有 Cream，Spooky Swap。 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、呃。今天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最近我们呃群里面付费群里面在分享的几个项目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然后呢，这也是啊、呃、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各式各样的啊、呃，比 DeFi 啊，这种挖矿啊，在各种群里面啊、呃，在各种链上啊飞驰，对吧？有这个 Water Finance。 呃，uh, 在 Binance Smart Chain 有 p a n c e r Swap，在 Binance Smart Chain 有这个什么 Poly v a u l Finance，这个是在 Matic，有这个什么 Swap-based 在 Phantom，对吧？还有这个什么 Spooky Swap 在 Phantom 啊，后面还可能会讲那个分享呃雪崩啊、呃、，Avalanche，对吧？后面还会分享 Solana 这些啊。呃 最近正在构思怎么样给大家分享这样各种各样的一个币，怎么样去操作，好吧？行，那今天的我们这个节目就做到这儿，再次感大感谢大家的支持、呃，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我感觉现在做做这种呃，风险极高，但是收益又极大，呃，的小项目。 还是有点意思，特别是啊，主要是小资金去参与一下，对吧？感受一下不同链上的这个魅力啊，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尝试一下。那最主要的是，哎，我们还是说每个链该怎么操作，该怎么用。好，啊、呃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我点个赞啊啊，给我点个赞。好，再次感谢大家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，peace。